网友们，大家好啊！明镜的观众、听众们，大家好啊！我们今天又邀请来姚鸿斌先生啊，他上次的几次采访赢得观众、网友们的热烈的反响啊，包括郭文贵先生自己也多次的肯定赞扬啊，姚鸿斌先生啊，他关于这个政治的一些问题，关于台湾的情势的问题啊，都引起啊全球网友的一致的肯定啊，所以今天我们有幸啊，请到袁老师，他现在在这个澳大利亚，正好时差呢，现在是已经是半夜了，所以他这个为了这个网友的啊盛情啊，前来接受访谈也是非常难能可贵啊。我们今天谈话的主题呢啊，仍然是中国的整个的政治形势、民主运动的走向，在这个大背景下，台湾目前的政治的格局啊，国民党、民进党，他们有没有可能比中共的侵略统战战略所降服啊？因为现在台湾发生了很多的一些事情啊，我们也稍微谈一下目前比较热点的郭文贵现象啊。现在我们邀请袁鸿斌先生，袁老师你好。老师你好，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在一个中国的政治走向的大背景下来谈一谈台湾的走向啊，因为台湾的问题实际上牵扯到整个中国未来的前景啊。最近那个港台啊问题凸显出来，像那个习近平刚去香港啊，而且台湾呢自从巴拿马和台湾断交之后，朝野震动啊，民进党呢最具有台独意识的赖清德市长居然提出了亲中爱台的口号，这是不是说明民进党也被中共呢所统战啊？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势下啊，我们怎么样看待台湾未来的一个政治的发展？台湾会不会成为第二个香港啊？这是我们关注的一个焦点。这个台湾有没有可能在中国的民主化当中充当一个桥头堡，或者是催化剂的一个作用。好，现在我们请教这个问题。好，谢谢。为了海内外的华人啊，包括中国那个中国这个海内外的华人啊，能够清晰的了解你刚才所说的这一系列的问题，走出这些困惑，我们首先呢，必须从大的背景上搞清楚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我想我们要搞清楚，中国现在的实际所处的地位是什么？中国人所处的地位是什么？如果用一句话总结，那么中国现在从中国共产党建政之日起啊，中国实际上已经处于文化性的亡国灭种的地位。中国人呢，实际上就是共产党的政治奴隶。那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中国共产党啊，它从建政之日起，就是整个中国沦为当代西方极权主义的经典表现，也就是共产主义或者叫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和政治的殖民地。中国共产党呢，就是西方极权主义文化传统在东方的代理人，他们对中国所实行的这种精神和文化的殖民统治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在东亚大陆之上啊，对各民族人民实行种族文化性的种族灭绝。请大家注意啊，我现在强调的是文化性的种族灭绝。他们不仅灭绝了蒙古人的文化，正在摧残藏人的文化，正在摧残维吾尔人的文化，更这个重要的是，他们首先摧毁了汉民族的文化。从文化大革命啊，就是他们彻底的摧毁汉文化的一个典型的标志，文化大革命的10年。那从整个共产党统治中国的
那天起一直到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共产党一直在通过他的教育系统，在有这个有步骤的大批量的每时每刻的进行着文化性的种族灭绝。那么我这样讲有什么根据？那么根据由于我们今天的时间有限呢，我只能讲一个最典型的这个事例，那就是中国现在的大学教育有一门有一类课叫做公共政治课。这个公共政治课居然占了整个大学的三分之一的课时学时，包括理工科都是如此。因为我曾经亲自参加过这个大学的这个课时的修订，课时体系的修订工作。当时我感到极端的震惊，怎么会有一类课居然能够占整个大学四年的三分之一的学时？这门课叫做公共政治课的这门课呢，完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个思想体系。什么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什么科学社会主义、什么共产主义运动史、什么中国共产党党史等等的这一套，通过整个大学教育系统，在这个对一代又一代的这个中国的大学生进行洗脑。所以这是一个经典的事例，说明共产党在用在用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化，这个共产党文化来对这个中国啊实行文化性的种族灭绝。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共产党是中国历史上或者说中国万年历史中最凶残的卖国贼集团，因为他摧残了我们文化的祖国，他背叛了我们精神的家园。共产党的高官曾经有一个口头禅啊，叫做死后要去见马克思，也就是说他们死了以后要去见一个德国的犹太人，而这个德国的犹太人呢正是这个当代西方极权主义文化传统的一个代表人物。所以从这些角度看呢，我们可以毫不夸，应该说是把中国定位为马克西方极权主义文化传统的精神和政治的殖民地啊，这是恰如其分的。而中国人呢，只是这个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奴隶。正因为中国人，普通的中国人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奴隶，所以他们在自己的祖国才不能够享有言论的自由、思想的自由、宗教信仰的自由，他们才不能够享有决定自己政治命运的权利。我想这是啊，海内外的中国人首先必须认清的一个问题。那么应该认清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台湾究竟处于一种怎样的地位？如果我们仍然用一句话来这个概括的话，那就是在16亿人组成的华文世界里，台湾是唯一的一片自由的圣土，唯一的一个民族。那宝胜，你是学哲学的，那你应该知道黑格尔啊，德国的哲学家黑格尔有一句话啊，有一句极其啊具有种族歧视性的判断，叫做中国人呢是适于做奴隶的种族，或者说东方人是适于做奴隶的种族，必然性的奴隶，就是中国东方人是必然性奴隶，对，是必然性的奴隶。那么很可惜啊，很遗憾呢，就是由16亿人构成的这个华文世界，直到21世纪的今天，也仅仅有2300万的台湾人用他们的
政治实践证明了东方人也是自由人。所以对于这个华文世界来讲啊，台自由台湾的地位是多么可贵。如果自由台没有自由台湾的话，那么直到21世纪的今天，我们都不能，这个历史都会继续承认刚才黑格尔的那个判断，就是东方就是世界奴隶的种族，因为事实上你是中国共产党的奴隶。所以啊，从这个自由台湾的这个地位啊，我想应该给所有的华人有一个重大的精神启示，这是第二个，我想我们要搞清楚。第三个需要搞清楚的问题就是，国民党对今天的国民党应该怎样看？大陆就是中国的，这个一直生活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人，曾经对国民党充满了幻想，因为有一天国民党会把自由民主带到大陆去。2005年连战到大陆访问的时候，到北京访问的时候，好多的中国人啊欢呼雀跃，还组成了什么所谓的泛蓝联盟，想要投靠国民党，因为国民党会给中国带去自由和民主。可是后来当中共的特务机构、秘密警察机构对泛蓝联盟进行残酷的政治迫害和镇压的时候，国民党噤若寒蝉不发一语，或者说他从内心深处啊就不想发出这种声音。那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今天的国民党会让中国人民失望？根本的原因就是国民党，或者说当代的国民党，准确的讲当代的国民党已经彻底的共产党化。在政治和经济利益上，国民党已经和共产党结为一体。2005年啊，这个连战访问北京的时候，公开的宣称他要联共制独，就是联合共产党这个集权专制的血腥的残暴的集权专制的来控制、来压抑、来摧残自由台湾事实独立的状态。这就是国民党的政治宣誓。从经济上讲，国民党的权贵家族几乎无一例外的得到了共产党赐予的重大的这个经济利益，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国民党已经彻底的共产党化。马英九啊，曾经在台湾执政8年，这8年他做的最主要的一件事情，就是配合共产党先经济统一台湾，后政治统一台湾的战略，帮助共产党把一根又一根的经济绞索套到自由台湾的脖子上。所以呢，从共产党、从国民党的一系列的这个政治作为和这个经济作为来看呢，他们根本就不可能给中国带去自由民主。相反，我们当代的国民党就是共产党想要征服台湾的一支政治别动队。啊，这就是我们应该搞清楚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当代的国民党的本质是什么。那我们需要搞清楚的第四个问题，就是共产党为什么一定要征服台湾？那是为了民族的利益吗？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共产党是中国历史上最凶残的卖国贼集团，他摧残了我们文化的祖国，他背叛了我们精神的家园，他已经把中国变成了
西方极权主义文化的政治和精神的殖民地。所以他的那个什么为了民族的利益要统一台湾，那完全是谎言。他为什么一定要征服自由台湾？无非是因为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台湾的自由台湾的存在已经构成了对中共暴政的最致命的政治威胁。为什么这么讲？道理很简单，就是15亿中国的政治奴隶啊，他们也会思考一个问题：台湾自由了，台湾民主了，中国为什么不可以自由，不可以民主？台湾人民可以选自己的总统，台湾人民可以通过选票来决定自己的政治命运，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这样一系列回荡在当代中国15亿政治奴隶心底里的声音，就构成了对中共暴政、对中共暴政的最致命的政治威胁。那么中共要如何来回应这种威胁呢？那他的想法就是要通过把他的意志强加于自由台湾，通过征服台湾，通过把台湾变成他统治下的一个行政特区，用这个方法来告诉中国人，你们不是想自由吗？你们不是想民主吗？你们不是想效法台湾，台湾人吗？现在台湾也被我统治了，台湾也被我征服了。这就是共产党想要征服自由台湾的最根本的政治原因。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从2012年啊，中共太子党，就是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共太子党，全面主导中国这个权力意志以来，中国的政治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那这个变化就是，太子党呢将一方面要继承这个邓小平的腐烂入骨的权贵市场经济，同时呢，他们还要继承毛泽东的原教旨主义的共产党原教旨主义的恐怖主义政治的遗产。我曾经讲，由于中共太子党的这两种继承，中国历史将因此回归到要因此呈现出最黑暗的时期，万年历史中最黑暗的时期。那从2012年到今天，中国共产党在东亚大陆上的一系列的倒行逆施，就证明了这一点。最近这个郭文贵先生的，郭文贵先生所揭露出来的那一系列的事实，证明什么？证明中国共产党已经彻底的黑手党化。那同时呢，太子党全面主导中国共产中国的权力意志以后呢，他的另外一个国家行为的趋势就是什么？就是要实行集权主义的全球扩张。这个集权全球扩张啊，政治的共产党的所谓“一带一路”，实际上是集权主义全球扩张的一个最新的势力。当然，共产党的官僚集团也要通过“一带一路”啊，来转移资产啊，把他们的用腐败的权利贪污到的资产转移到世界各地，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呢，也是一种集权主义全球扩张的一个最新态势。那么，为了实行共产党的集权主义全球扩张的这样一个战略野心，他也必须啊，首先征服自由的台湾。我想我们先把这四个问题方面的问题搞清楚以后啊，我们再来这个审视目前这个台湾内部的情况，这个政治情况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那关于这些问题，我不知道保证你
对于以上的四个方面的问题，你有什么想法没有？啊，你刚才说的是非常的精辟，啊，这个就是中国目前的大的一个政治的局势啊，尤其是习近平上台之后啊，他们更加加剧了在全球的扩张啊，这个经济方面不断的大撒币啊，文化方面树立这个全球的一种扩张啊，然后一带一路啊啊，他所谓的一些借了这个全球化的棒的这样一种思路战略，在全球啊进行他疯狂的一种征服过程啊，尤其在这个东南亚那一带，在香港、台湾啊附近呢，他的这样一个战略呢，可以说是没有遇到什么阻挡啊。在这个美国呢啊，就包括这个最自由民主的美国啊，这个华人的社区社团啊，包括这个美国人的这些社团政党，都比中共呢现在已经渗透的差不多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这个局面。那实际上除了关心台湾命运之外，我们也应该看一看这个中共的势力在欧洲、澳洲啊、美国的一个渗透。但是今天我们还是要聚焦这个台湾。在这样一种中共啊疯狂的全球扩张的这个大背景下，共产主义来渗透、统战、侵略啊人类的所有的这个文化政治领域的情势下，那么这个台湾它作为在中国特别靠近的这样一个小国来说，它成为一个首当其冲的一个受害者啊。所以它台湾内部的各个党派呢他们的表现就是惊慌失措啊，这个步履蹒跚呢甚至这个出现很多的精神错乱的一个状况啊，比方说这个民进党啊，那本来是他以这个台独党纲起家的啊，但是蔡英文上台之后呢，他的政策左右摇晃啊，甚至给习近平的一个远方亲戚啊，在台湾去世的时候啊，这个蔡英文还签字送了个花圈啊，所以这个台湾的这个表现呢，实际上令很多的中国的公益人士非常的不满啊，所以我们要请教的是，就是在台湾岛内，在中共全球扩张侵略统战的大背景下，台湾岛内的政治情势啊，尤其是民进党啊最近的表现到底反映了什么问题？好，首先呢，我们要看清楚，就是中共的这个极权主义全球扩张啊，它的首要的锋芒直指自由的台湾。征服自由台湾是他全球主义、全球极权主义全球扩张的重要的一个战略步骤。那么，这也是啊，我为什么特别关注这个台湾问题的根本原因。因为有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如果任由中共强权践踏了自由的台湾，摧毁了自由台湾事实独立的国家主权，那么这不仅意味着整个人类自由事业的一个重大的失败，同时啊，也会使中国的自由民主化不知道到要推迟多长时间。我想这个道理呢，我们不用去过多的去解释它，这是一个常识。因此呢，保卫自由台湾，绝不允许中共啊征服自由台湾，是所有对自由事业忠诚于自由事业的人们应当自动的承担起来的天职。这是这个我想啊强调的一个方面。那另一方面呢，实际上呢，就是自由台湾面临着中共的一个强大的面临这个巨大的国家危机。我已经这个早就多次的指出啊，就是从2012年以后，特别是从中共太子党啊这个全面主导中国的权力意志之后啊，共产党将动用他的全部的国家能量来压缩，从政治、经济、文化各个角度压缩自由台湾的生存空间。也正是在这样的一个重大的这个历史的
这个背景之下，台湾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不是是这个精明的政客，是需要一个伟大的政治领袖，能够像摩西或者像这个华盛顿、林肯那样伟大的政治家，引领台湾走出这个国家的危机。但是我们看到的很可惜，就是这个即使是从2016年民进党重新全面执政以来啊，我们没有看到这样的伟大的，我们看到的是一些这个政客，一些这个很精于选举、精于计算自己的这个个人或者党派利益的小政客，我们没有看到啊，或者很少能找到那种以整个人类的自由事业、以自由台湾的国家根本利益为出发点思考问题、决定战略的政治家。这是一个很大的危机。我想呢，台湾已经是一个自由的，去年的这个按照这个美国自由之家的评论啊，这个他做的判断，台湾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之一，甚至它的自由度超过这个日本。这样的一个胜负，这样的一个这个自由民主的土地之所以能够存在，除了有国际政治的原因之外，是关键在于台湾2300万这个人民中啊，内心深处蕴藏着一个重大的这个政治意志，那就是一定要保住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一定要保住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台湾到今天之所以能够在中共的强烈的统战攻势之下仍然能够屹立不倒，不是因为那些政客们有什么作为，而是由于台湾人民心中的这个坚定的意志和信念。我想这是我们对台湾应该有信心的地方。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呢，确实这个台湾政治现在不太乐观的根本原因就是缺乏我刚才说的那种能够摩西或者是林肯那样伟大的政治家，在国家的艰难的时刻引领自由的台湾杀出命运的重围，缺乏这样的政治家。你看这个蔡英文这个就职以后，他两岸关系提出来一个什么问题呢？提出来一个什么国策呢？叫做维持现状。这种抱残守缺的国策本身呢，就缺乏一个引领台湾杀出命运重围的政治能量。他没有意识到他的上台，由于他拒绝了马英九的那个和共产党达成的九二共识，共产党将会运用他全部的国家能量对自由台湾进行威逼和围困，压缩自由台湾的国际生存空间。台湾因此会将处于一种极大的国家危机之中。蔡英文既没有预见到这种危机，又没有面对这种危机的勇气。他讲，他说他是要解决问题，你连问题都不敢直视，你都不敢面对问题，你如何能解决问题呢？但是呢，蔡英文毕竟还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他守住了自由台湾的底线，就是没有承认九二共识，没有承认中国共产党所主导下的所谓一个中国的原则。为什么不能承认九二共识？道理很简单，承认了国共两党达成的九二共识，承认了共产党主导下的一个中国原则，就等于剥夺了台湾人民决定自己命运和台湾前途的权利，就等于放弃了维护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所必须的事实独立的主权。用我的一句话讲，叫做
就等于签订了台湾的自由台湾的主权卖身契。所以蔡英文没有接承认九二共识，这是蔡英文所立下的一个重大的历史功绩，也使两岸关系啊，这个共产党的这个统战台湾的战略啊，受到了一次重大的挫败。但是他没有做到的是，或者说他本来应该做到的是，而没有做到的是什么？就是他没有引导台湾人民面对共产党必然会引的共产党的逼迫必然会引发的台湾国家危机。面对危机，怎么能够战胜危机呢？所谓的维持两岸的现状，现状那是需要共同维护的。当你不承认九二共识的时候，你就应该预见到共产党一定会要改变现状嘛。由于这一系列的战略上的失误，所以蔡英文执政以后一直到今天呢，他的整个执政处于一个极端被动的状态。在这种被动的状态之下呢，蔡英文尽管搞了一系列的改革，但是由于所有的改革啊，都缺乏一个基本点，就是在两岸关系上，他没有办法取得主导权和主动权，而共产党的全面的对这个台湾的逼迫呢，又使他所有的改革几乎步履维艰，而且从国民党到亲民党，从国民党到那个所谓的新党，实际上现在已经彻底堕落成共产党统战台湾的这个政治走狗。在这样的一个界外交互状态下呢，台湾这个蔡英文，但是在这样被动的状态下，就像你刚才讲的，就是前一段呢，共产党的逼迫啊，进一步表现出来，比如说是这个巴拿马的断交啊，以后这样的断交事件还会发生。还有在国际各种场合对自由台湾的打压啊，这个势力已经太多了。面对这样的一个状态呢，我觉得蔡英文呢，终于表现出了一次这个具有这个自由国家的尊严的这样一个反应啊。在这个巴拿马断交之后，蔡英文明确的表示，自由台湾绝不会在中共强权的逼迫之下的去，也绝不会在威胁之下这个改变自己的政治意志，大意是这样的。那蔡英文的这种表态啊，本来应该得到台湾各界各种政治力量的，如果你们还忠诚于自由台湾的话，各种力量的一致的支持。但是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些小政客的各种各样的很丑陋、很不光彩的表现。就像你刚才讲的，纷纷的要什么亲中爱台、和中爱台、友中爱台。你和什么样的中？你和中共暴政，你如何和中共暴政亲切？当他1000枚导弹对着自由台湾的时候，当他在国际范围内全面封杀台湾的国际生存空间的时候，你如何来亲这样的一个中共强权？这完全是一种小政客式的这种这个，或者是选举的考量，或者是想要用一种恐共媚共的心态来这个化解当前的矛盾，这种想法本身都是完全缺乏政治远见和政治这个和实际政治考量。台湾总的总体来说一句话，就是台湾人民的内心深处的这个政治意志极其明确，那就是一定要保住自己决定自己命运和台湾前途的权利。
一定要维护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以及这种自由民主生活方式的基础，政治基础就是事实独立的国家主权。对，那我那个问，但是那个台湾的对这个危机在哪里？危机就在台湾的各派、各党、各派的政客们，在这样的一个国家危难的时刻，在一个中共强权、极权主义全球扩张、咄咄逼人的时刻，他们不能够这个展现出一个政治家的应有的这个政治道德、政治意志。我想这是最大台湾目前面临的最大最严重的危严峻的危机。对，袁老师在台湾很久啊，那你对赖清德这个人呢是怎么看的啊？因为他这个人呢，到北京哦，到上海的时候，他还说台湾是个独立主权国家，大家都觉得为他的勇气啊，台湾意识所这个钦佩啊。但是他最近提出了亲中爱台的口号，你觉得他为什么提出来？你怎么样看待赖清德这样一个人？对，就是2014年啊，赖清德去这个上海访问的时候，他做了两件事，令人极其感动，对，令人把他当时我们把他称为英雄。第一件事就是他在这个上海啊，明确地表示出，对六四事件的人权关怀，他是直截了当的讲出来的。当时原话是什么我记不太清楚。第二呢，他明确的告诉中共，台湾不可能跟，他的意思就是台湾不可能跟极权专制的中共统一，或者说跟极权专制的中国统一根本就不是台湾的选项。他的表述就是台湾独立是台湾人民的共识。当时这个他的这两件表述呢，很多人把他看为英雄啊，视为英雄。那他这次呢，这个表现完全是一个不及格的政客表现，这是第一点。就是因为当蔡英文面临巨大的国家压力的时候，当蔡英文明确的表示对共产党要这个全面封堵，封堵台湾的国际生存空间，面对这样的一个压迫的时候，蔡英文明确的表示啊，自由的台湾绝不会在压力下屈服，绝不会在威胁前面改变自己的意志。这样的一种表态，本来是需要得到，我刚才已经讲过，是需要得到所有的政治家，台湾政治有良知的政治家的强有力支持的。在蔡英文明确的表示绝不向中共屈服的时候，赖清德就讲出含糊不清的什么亲中这个爱台这样的说法，这样的向中共强权示好的这样的一个表态的话，无异于从背后啊这个在拆这个蔡英文的台，这是一个极其不好的政客行为，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但是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就是，赖清德在各方各界的追问之下，他可能是恢复，就是回到了一个正确的立场之上。他最后解释，他说在维护台湾这个主体独立，台湾独立的情况下呢，也可以向中国表示善意，同时他也讲这个跟中共签订所谓和平协议根本无助于和平。后来的这一系列表态呢，我觉得他已经意识到了他自己的这个错误。如果他继续搞那种含糊不清的模糊数学式的啊，那种所谓的亲向中共献媚的这种所谓的亲中爱台这种说法，我想他将受到啊台湾人民的唾弃。对，
目前的话，台湾的局势是相当危急的啊，因为中共各方面来打压，在这个断交、巴拿马，还下一个说不定就是梵蒂冈啊，一系列他的台湾在海外的代表处也被降格为台北办事处，啊，这个外交的打压、经济上的这个围堵，各个方面，已经情势非常的危机，所以台湾目前是有两条路啊，一条路呢就是全面的投降。那接纳你的一国两制，签和平协议啊，台湾变香港。另一条路呢，就是啊，朝这个台湾真正的法理独立啊，正常国家化这条路来走。啊，你的观察呢，就是说，蔡英文啊，在这两条路当中会选择哪一条？台湾未来的走向啊，会是怎个样子？我想蔡英文呢，选择哪一条呢？关键还是看台湾人民如何选择，因为现在实际上摆在台湾面前，就像你刚才讲，就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选择。一个选择就是做中共的政治奴隶，把自身独立的主权交给中共，让自己矮化成一个，让台湾香港化，实现中共征服这个极权主义全球扩张的一个战略中的一个重大的一步，就是首先征服自由台湾。这是台湾的一个选择。台湾的另一个选择就是在中共的极权主义全球扩张的逼迫之下，发动这个展开一场国家证明革命，使台湾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因为在国民党投共卖台的这个情况之下，现在的这个所谓的中华民国宪法呢，已经成为一个谎言宪法。我们知道现在中华民国的国旗上面的图腾是什么？就是共产党的国民党的党徽，以一个党的徽章作为国家国旗的图腾，这本身就是个威权专制的象征。中华民国的国歌，什么三民主义五党所宗，也就是把一个党所信奉的主义，作为一个国家的这个国歌的一个国家的国歌的灵魂，这本身也是党国一体威权专制的一个象征。特别是在国民党已经整体上投共卖台的情况之下，中华民国的这个符号已经成为国共两党共同来关押和囚禁自由台湾命运的一个政治牢笼。你比如说很简单，现在按照中华民国的宪法，它的主权啊基于整个东亚大陆，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2300万自由的台湾人要为东亚大陆上的15亿政治奴隶承担主权责任，这不是很荒唐吗？我曾经讲过，有人老总是这个一些海外民运啊，总是的民运人士啊，总是在抱怨，台湾不去支持中国的自由化和民主化。那么对这个问题呢，我一直有一个极其明确的看法。在台湾自由化和民主化的过程中，中国呢没有给台湾什么支持，所以呢台湾不欠中国人的。15亿东亚大陆上的15亿中国人，中国政治奴隶，如果我们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获得推动东亚大陆的自由化和民主化，上帝都没有办法拯救我们。把中国自由化和民主化的责任强加在自由台湾身上，既没有道理，也没有可能性。台湾现在只要做到一点，就已经是强有力的支持了中国的自由化和民主化了。做到什么？做到就是绝不让中国共产党这个强权啊征服台湾的战略
成功，坚决地保住自由台湾事实独立的国家主权。这就是台湾对中国的自由化和民主化的最大的支持和帮助。那么我相信呢，台湾人民会做出第二种选择。我一直把这个当共产党把自由台湾的命运逼到死角的时候，我相信呢，他逼不出一个投降的台湾来，他将逼迫出一个台湾的国家证明革命。所以我一直把这个台湾的国家证明革命啊，称作是被逼迫下的正义。所以现在台湾这些有这个政治远见的政治活动家们，应该啊，都准备迎接这次被逼迫下的政府。我相信这样的一个历史命运呢，很快就会到来。好，那个在关于台湾问题上，还有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叫辛浩年，啊，他以这个中华民国为旗帜，来要求中国，结束共产党的一党专制，啊，实现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当然，这个新中国呢，是中华民国，所以他对中华民国情有独钟，当然他认为的中华民国呢，不是台盆金马的，这样一个台湾，为核心的中华民国，他的中华民国还是这个两蒋时代的一个大中国，包括台湾战略的一个大中国，甚至包括蒙古、西藏，但是他也有很多的粉丝追随者，他的那本书《这个谁是新中国》也风靡这个海内外华人界，我知道袁老师跟他的观念呢，确实有这个天壤之别吧，啊，包括他主要的支持力量来自于这个蓝营啊，而我们知道主张这个台湾正常国家化的都是些绿营，所以在这一个问题上呢，就是我想请教一下袁老师，你怎么样看待辛浩年及其他的思想？对，就是关于中华民国啊，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概念，中华民国发端于东亚大陆，它的命运呢也应该啊和东亚大陆共存亡。那么从这个中华民国来到台湾之后啊，我以前还不是很了解得很清楚，我到台湾以后啊才发现，这个中华民国的党国一体的这种威权专制啊，在本质上也是一种专制统治。在这个威权专制之下，台湾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长的戒严时期。那在这个时期啊，在台湾实行的实际上是极其残酷的威权专制统治，许许多多的台湾这个自由的被各种莫须有的罪名被关到了黑牢里，甚至被处决。而这个中华民国的最后的是竟然发展到一种父死子继的程度，也就是中华民国在台湾等于是最后变成了蒋家的私产，由蒋介石把这个国家交给了他儿子蒋经国。那么台湾的自由民主化主要是依赖于台湾人民长期的艰苦卓绝的争取自由民主的奋斗，另外呢也是一个这个由于美国的政治因素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所以台湾才能够实现自由化和民主化。在这个过程中呢，当时的这个国民党主席李登辉在瓦解这个国民党的威权专制体统治的过程中啊，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所以台湾才能实行这样一种以和平方式的转型。有的人认为是由于这个什么这个蒋经国的什么良心发现，或者是他的开明
他的思想开明才实现了这个台湾的自由民主转型，这种想法和说法是不对的，是违背历史事实。我刚才讲了，台湾的自由民主转型主要是，取决于几个因素。第一个是台湾人民自己的长期的艰苦卓绝的奋斗。第二个就是美国的自由这个因素在起了极大的作用。第三个就是国民党的党主席李登辉啊，在这个历史的转折关头成功的裂解了国民党，才使这个自由民主转型啊能够在平稳的状态下这个进行。所以中华民国的这个政治符号对于自由台湾而言，它是一个集权专制的这个威权专制的符号，政治符号。今天的中华民国的宪法是违背台湾现实政治命运的一个宪法。那么如果用这么样一个追在这个历史上从历史的角度看呢，中华民国对于东亚大陆曾经有过进步作用，那它毕竟是摧毁了取代了清王朝而建立的一个共和国，但是这个共和国呢在建立之后啊很快就这个退化成一个威权专制的体制。所以今天仍然要用什么一个人，有的人现在这个还要提什么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三民主义是什么？三民主义只不过是某一个人，就是孙中山这个人的一个思想理论而已。中国以后再也不会接受以任何一个人的思想理论作为精神图腾的这样的一种政治安排了。中国将来要走的方向就是自由民主、法治人权这个普世价值，实现这个普世价值。而不是以任何一个个人的理论作为他的精神图腾，以任何以个人的理论作为精神图腾的这种政治安排，本身就有专制、思想专制的这个深刻的烙印。而中华民国呢，由于他在台湾的实践，最后这个，特别是蒋介石、蒋经国，特别是蒋家父子吧，最后把这个中华民国这个政治符号变成了一个私家的这个政治遗产，这样的一个历史事实啊，已经不可能再使中华民国对于中国的未来具有这个召唤力。中国未来将实行的是中华联邦，或者是中国联邦式的这样的一个国体。政治制度的安排不是以任何一个人的一种这个政治这个理论作为图腾，而是以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的普世价值和这作为他的这个政治基本的政治构架的这个理念。所以我觉得今天呢，再去谈论什么以要用中华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那是完全违背啊，完全这个脱离现实的需要的。中华民国已经是一个历史，中华民国的国体安排，那种这个适合这个威权专制的国体安排，也不可能再重新在中国大陆啊焕发找到这个生存的基础。最后一句话就是，中国的未来一定是一个联邦中国，一定是一个以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的普世价值为基础的、为理念基础的政治安排。好，我想和这个所谓中华民国派的一个基本的思想分界。对。袁老师对这个中华民国派以及辛浩年老师他的思想啊基本的立场我们已经清楚了，就是中华民国这个概念呢实际上并不适合这个在推进中国民主进程当中啊承担一个作用啊，所以这个对很多中华民国派来说
可能是不太高兴啊，但是历史呢，很多时候它的发展呢也是无情的啊，它要实现人的真的人权、自由、民主啊，也许有一个更好的国号或者更好的国体啊，政体啊，才是对中国最好的一个答案啊。关于这个新华联老师和你的这个思想，我们以后可以有一些视频节目啊。啊，我们进行一个对话。对，当然我可以这个补充一下，就是对于辛浩年先生和这个中华民国派啊，他们就是海外的这些来自中国的，不是指的国民党，国民党已经彻底的不顾卖台了。就是辛浩年先生和他的这个中华民国派啊，他们在反共这一点上啊，反对中共集权专制这一点上的立场呢，我还是赞赏的，但是他们对中国这个指出的这个回归中华民国的方向，我认为那是一厢情愿，不会得到历史的肯定。对，你这个观点非常的振聋发聩。有时间呢，我们就这个辛浩年老师的观点跟你的这种分歧啊，再展开一些讨论辩论。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呢，我看很多的网友呢刚才来看我们的直播，说是刚从郭文贵的直播转过来的，所以郭文贵的直播完了又跑过来看我们这个直播。那就问一个跟郭文贵有关的一个话题啊，袁老师一直认为郭文贵的情况是非常的危险，而且越来越会危险，将来呢可能在不长的时间呢他会遇到一个很大的危机啊。你怎么样何出此言？原因在哪里？你对郭文贵未来的这个安全问题有什么考虑？对，因为郭文贵啊，他的爆料给了中共啊极其沉重的打击，他彻底的摧毁了中共现在的统治的政治道德基础，也就是他的所谓合法性基础。中共太子党一直想以所谓的反腐来建立他这个统治的合法性，而郭文贵先生呢，他的爆料彻底的击中了共产党的要害。这是我想呢，他在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对郭文贵的爆料必须给予充分的肯定啊，不仅是他的勇气，不仅是他的智慧，更是他对中国自由民主化进程中啊已经起到的重大的和将要起到的重大的历史作用，都要给予充分的肯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也不要寄希望于就是仅仅通过这个爆料就让共产党使共产党呢立刻崩溃。从郭文贵的爆料到共产党的崩溃之间呢，我想还需要有一个极其艰苦的博弈的过程。共产党呢必然会动用他的全部的国家能量来对郭文贵这个进行全面的围剿，这些围剿具体表现比如说对于郭文贵进行人格的谋杀，进行信誉的谋杀，进行思想和精神的围剿，进行法律诉讼的这个纠缠等等一系列，甚至可能采用一些这个，人身对这个直接威胁到郭文贵人身安全的这个黑手党行为。所以面对这样的情况呢，我觉得，我预见到啊，所有的这些，共产党对郭文贵先生的这种逼迫和围剿啊，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将会越来越这个激烈，越来越这个强化。那么在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最近已经看到了有一些人在利用各种各样的借口和理由对郭文贵呢进行人格的谋杀、信誉的谋杀，这已经拉开了共产党对郭文贵全面围剿的序幕。最近的一些状态我想大家都看得很清楚，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些情况呢，我们不要把对这个把保卫郭文贵呢
保护郭文贵的安全呢，或者保护他的信誉，保护他的这个人格的这个人格的这个尊严啊，当做一个个人的事件，它是直接和中国的自由民主化相关的一个重大的战力。保卫郭文贵的这个人格的信誉，保卫他的这个身体生命的安全，一个重大的战役。这个呢，我希望所有啊真心的关心中国自由民主化的人们，应该在这个时刻呢坚定立场，而且要认真的思考如何呢能够尽我们所能尽到的努力，彻底的击败中共对郭文贵的围剿。好，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谈到这里。我们知道袁老师跟王岐山呢在北京的时候也见过很多次面，也有很多的交集。王岐山这个人呢实际上是巨大的一个贪腐，而且是极具有这个政治野心的一个野心家。在郭文贵的这次爆料当中最核心的一个人物就是王岐山。所以我们下次呢会邀请袁宏斌老师来谈一谈他跟王岐山的一些渊源，以及王岐山未来在中国的密用包括在近期这个十九大当中他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状况这个袁老师会详细对我们有一个解读。好非常感谢袁老师接受访谈谢谢你，也谢谢网友的收听收看，谢谢。好，谢谢。那那个袁老师，你早点休息吧。我休息了。你早点休息，明天我们再联系。明天叫那个赵金把那个 Skype 开着。你们起来之后，10点吧。对对对，好，我们就随时联系。好，谢谢你。